个人看他们四个最不喜欢谁。为什么要这样选？他们没有办法选出最喜欢的。这也对，最不喜欢谁？没有最不喜欢，没有最不喜欢的，没有最不喜欢。他们都好有喜感哦。哦，印象最深刻呢？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林大元。他们刚好都姓林，都姓林啊，都姓林耶。哦，大元也是姓林，而且他们也都叫我林大元。对。哦，缘分。宝儿，你觉得哪个印象最深刻？牢牢记住他，林大元。哎。哇，人长得个子大，真的很吃香。真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只是印象深刻，并不觉得他是最帅。你放心好了。他真的。他们啊，你们等一下的表演要用才艺去吸引他们。嗯，好，对不对？没问题。如果四乘四，因为以你们的外形，真的要靠才艺了。对，是不是？有才艺，没错。因为你们穿成这样，真的让我们觉得电视啊有点复杂。就是可以试一下那个画面。那个彩衣，对，你看我后面都扣不起来了。啊，真的哈，太有 power 了，他太有 power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演。当我们把肩靠，世界变得静悄悄，只听见我们的心跳。结婚好不好？月亮突然裂着嘴角，掩藏你微笑。螃蟹欢呼拍手叫好，星星把天空闪耀。沙滩变城堡，汽笛声十里跑，树叶摇晃为我们鼓噪。牵起你的手，我们一起走。有了你，今生已足够。结婚好不好？幸福要抓牢。我愿是你今生的依靠。让我们。乐队老师，他们都这样唱，你们没饭吃嘞！啊，你们都不用乐队的。所以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真的不靠外表吗？你们真的好像不靠这个。对，真的不太靠外表啊。对，而且，哇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超厉害，超好听哈！你们好，人好，人好好好。哎，结婚好不好？哎，你们不是还有一首歌？我不穷，但是我没有钱。对，我不穷，我只是没钱。我只是没钱。嗯，那也是这样子吗？也没有音乐吗？也。其实我们单曲里面是都是有配乐的。嗯，但是里面有很多的，例如说是螃蟹的声音啊，或者是前面的汽车的声音，都是他们点缀出来的。烟火声音我们就螃蟹，烟火、啊，风声海声。螃蟹对。螃蟹有声音吗？比较卡通一点的螃蟹。螃蟹什么声音？我先把。你让导播拍到好不好？不然就是导播以为我发出什么声音来。他们一直说快一点，我说很快。突然发现后面有人在嘎啊什么？螃蟹的声音，螃蟹声音有点幻想，好，直接来个场景，海边。掉水了吧？就是比较卡通一点，就是帮他装一些声音上去。嗯，哎，那过年我没有看到烟火。哦，烟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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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哇，好美哦！哇，小燕之夜啊！哇，四乘四。